我叫蝴蝶，今年21岁，是典型的90后，常熟上湖边长大的，父母都是好普通的企业工人，因为爸爸姓胡，妈妈姓狄，按照这个城市这个时代的流行特色，把父母的姓氏结合在一起，就是我的名字了，蝴蝶嘛。我在理工学院读酒店管理，平时住校，上个礼拜回家收拾了些衣服，现在正准备坐公交回校。喂，你到哪里了？怎么现在才接电话？我在站台这边，你在哪里？你等一下，我过来找你。你叫蝴蝶，那一定出生在上湖边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你看上湖的形状，不正像一只翩翩飞过的蝴蝶吗？幸好有这么多的巧合，也幸好是做蝴蝶，至少它是美丽阳光的，如果做了蚊子那就惨了。做蚊子可不好，它是寄生虫，不劳而获，况且蚊子长得那么难看，怎么配得上你的小清新呢？
我读的是文秘专业，但老板说要锻炼新人，先让我从营销开始做。像我这种无权无势无钱的三无学生，哪里做得了房产销售啊？市场不景气，房产肯定受到了冲击，这不是你能力的问题，慢慢来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加油。手机不是关机留言，就是无法接通。喂，仲春，你在哪呢？我正忙呢，有空联系吧。挂了。
人都有选择生活的权利，我呢，还是做回一只快乐的蝴蝶吧。是。